那明天要跟我家人一起出去玩，心情怎么样？不用紧张好不好？品维在家里也是一个呼风唤雨的角色。等一下，呼风唤雨的角色，你比较紧张吧？你衣服穿反是什么意思？我，而且你裤子吊牌还没剪，你很紧张哦。我想说穿了有问题，标签没有剪可以退吗？有问题吗？反正我跟你讲啊，明天你就知道，我在家也是说风就是雨啊。所以你说风雨会跑出来，就反正说雨会有风吹出来。明天就是又跟我爸也是兄弟型的交情。真的，我现在出去问他，叔叔那个品味跟你说，他就跟你是兄弟型。没有，我跟我妈也是好姐妹。真的，我等一下去问你妈。阿姨，品味跟你闺蜜哦。明天品味就是会帮你啊。那你的功用是什么？我说你想要怎样，我就配合你。不会让你受到这种小委屈。那你明天去坐车顶。好了，明天就是这样。OK 吧？品味照你，品味照你。好饿。